倪康书展撑吊喇嘛顶硬上。吊喇嘛顶硬上，吊喇嘛顶硬上，吊喇嘛顶硬上。前日万人上街捍卫广州话，本身喺上海出世嘅倪康，虽然连广州话都讲唔正，但系就力撑佢哋。好佩服啊！就是为了捍卫自己文化，就是不畏强权行出嚟。广州话梗系重要啦，咁多人讲广州话，有超过一亿人讲嘅又吓。咁生動活潑嘅話，我自己雖然講唔正，但係我好中意講廣州話。我而家同上海朋友喺一齊，我都講廣東話嘅。佢話廣州話詞彙豐富，容易表達，唔明點解內地要打壓。你而家已經有個統一嘅普通話就已經夠啦嘛？你而家差唔多人都識講普通話啦，你點解要唔俾人講方言咧？專門研究廣州話嘅彭志銘亦都落力支持。要識多啲廣東話，要識多啲廣東話裡面嘅文化關係或者歷史，要知道你自己講緊係啲咩嘢。喺書展呢兩本講廣州方言嘅書亦都食住個勢，非常之好賣，已經賣咗差唔多5000本啦。